今天我们吃那个梅菜扣肉啊，冲出他们家的哈，年后最后一波活动的发三盒，来，给我女儿加3块。这过年囤点年货啊，还是可以的，这样子啊。它这个不辣，它老香了，咸香口味。那梅菜也很干净，而且是无添加。好香，是不是？